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这十万块，你收起来。十万块，你要我出来就是要摕十万块给我。你收起来啦。这，我知影啦。虽然讲我咧爱春兰，你嘛伫咧爱春兰，也毋过，就算讲我家己提高我家己的人格啦，吼。啊，这十万块无条件，我给你啦。我是看在讲你甲我是同村的好朋友，啊，恁老母患病甲这严重，小甲你斗擦手而已啦。多谢你的好意。不过我无理由摕你遮个钱。你稍等，稍等。你讲无理由，也毋过我讲有理由。有啥物理由？这正简单嘛，这朋友看朋友的老母破病，啊，我摕钱要甲斗相共，啊，伊煞毋肯收，这就表示讲哦，这个人不好，无咧管因老母的死活。好啊，讲讲这做要创啥？你到底给我十万块，有啥物目的？简单啦，我的意思就是讲要你。啊！你摕这十万块去台北找一间较大间的病院，替恁老母医病，对啦。假使讲十万也无够，你敲电话，真两个敲电话。奇怪，啊！你刚刚说那拢无办法。这人嘛，对，随时拢嘛会变的。人讲，食一回都无一回。哎呀，不过吼，我给你这十万块，我有小小的一个条件，就是吼，你莫去甲阿皮婆安读书，就算讲我用这十万块，搁甲你颠倒车倒转来安尼啦。袂用，我要来先做这个代志。袂用做这个代志，敢讲你无想要医恁老母的病，等下以后你若后悔，你就袂好啊。对啦，你会去甲阿皮婆来读书，目的嘛是想讲要加赚寡钱医恁老母的病，对无？啊，我摕十万块给你，啊，你就免去甲因教书，啊，嘛免这辛苦，会用好好照顾恁老母，安尼敢讲唔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十万块你收起来。啊！莫搁做戏啦！对啦，我想要载你来台北。你要载我去台北？是啊，载恁老母去病院啊。啊，想说咱两个用斗阵来看春兰啊。敢讲你无想要看春兰哈？小姐，来我带一个患者来看医生。我先挂号。啊，麻烦你先挂号。先带伊去诊疗室坐。对，建生啊，我确定有淡薄仔代志要来处理吼，啊，我随时出代志处理完，我会随时来看你。好。春兰，金先生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是最后一回，以后无论你敲偌济电话给我，我是拢无可能会出来。啊。春兰啦，咱大家拢是老厝边啦，啊，莫讲着话，安尼真无感情啦，吼。啊，春兰，你有啥物话紧讲啦？啊，若无我要走。春兰啦，讲紧张，算莫遮大声啦。好啦，来，坐落再讲，坐落，坐啦。春兰啊，我感觉你这个人哦，做人真无意思呢，你应该。就爱好好来报答我，啊，所以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我。人俗语的有一句话在讲啦，你会去用讲，你稳中受报。什么稳中受报？你甲我讲较清楚。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今仔日吼，我是专工载你未来的大家来台北给医生看，安尼知无？你即摆讲啥？我哪能听无？听无啊？哈，我知啦。你逐天心肝内思思念念，迄个肖老师、肖建生哦，嚯，因老母破病啊，偌重，你知无？我给伊十万块，替因老母破这医病，佮专工吼开车载来台北，给医生看。
你讲你再安来台北？是啊，而且你搁有十万块。嗯，啊，这十万块我也不是摕袂出来啊。啊，当作做一单啊善善事啦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因老母已经互医生检查好势啊。啊，我著甲借啊，我讲诶，小建生，咱斗阵来看春兰啦。啊，哎呦，你知影无？这个人啊，无花无目屎啦，讲着话安尼正绝情啊，讲，诶，要去，你家己去。安尼啦，春兰啊，我感觉讲。 这个人都恩足无感情啊！啊，你不过甲伊斗阵，嘿，安尼闹什么刺味咧？对无？啊，你若想要交男朋友，唔着像我一般呢。安怎？你嘛知影，我爱你已经真久啊！啊，讲着钱啦，吼，阮厝贴干阿山咧啦。啊，佮再讲，啊人缘投，佮再骨力，阮厝哩，讲钱财、人才、脑才，逐项嘛有。哎呀，像我这款接条件，伫你面头前，你无爱滴。 你敢袂感觉真可惜啦？哈！啊！无你是咧笑啥？啊！看你做会去啦，真正好心去哦，认真啊你！春兰，做你放心啦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想尽办法甲你捉到手。 教你讲哦，健身是一个真准时的人呢。你来，今日我是什么代志啊？哟，干嘛啦？啊，别啦，别啦，什么我是什么代志？嘿，莫好白讲，莫好白讲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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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这么就办事个不了解哦。哎哎哎，阿碧婆啊，迄个少年老师吼，敢不是遐嫌迄钱少，阿无爱来甲咱教册？哦，白讲，少年老师就唔是迄款的人哦。哦，安尼哦，我都唔知哦。 哎呀，我当在哦。哎，阿姨呀，那学校搞，等下看电视。阿爸，麦啦，搁等一下啦。阿无意思啦，无意思啦。我吼，为着要来读册哦，我考了生理无做，你知无？啊，哎，搁等下这么野，无要来教。来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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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定伫伫咧等你，你紧转去好啦。好啦，妈，你放心。对啦，你还佫倒去，还佫会酸会疼。姐。哎，来，我甲你堆堆咧吼。文姐。妈，行嘞，行嘞，哎呀，行起咧吵，你是那个无啊？跑跑耍，我记你只给你接起来，把你接起来，好，滚！李叔，李叔，出去！用机给你擦，擦起来，滚姐，滚！公公，你去干滚！啊，你死气啊！李叔啊，好来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，你来，来。你讲哦，你去老师遐也捌看咧，看因家有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啊，阮大家在遮等。哎呀，好，进去，来来进来，好。免出来啦！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，老师哦，未来啊！啊，老师未来啊！阿皮婆啊，你唔是甲阮老的小叔讲七天？我看三天就搞起来了啊！哈，阿你爸，大你好认输啊啦哈！哎，阿你那事业搁坐到安尼，坐坐到安尼创啥？代志紧紧去抓，搁坐到安尼创啥？哎，好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快啦，行，等下等下，再加点浪费时间了，来来，等下来啦，啊，行，好嘞，来来来。等等啦，弟哥囝，等下，哎，小哥哥，等下看电视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叔，阿你在这个哪等
啥物？啊，拢不得我甲你教咧。老师袂来啊啦！啊，真是有这落代志啊！嘿，啊，建生这个囡仔一向都真有责任感，啊，哪会做这落代志出来？我想了嘛，足奇怪，你知影？嘿，昨暝也无来上课啦，也无讲一声，啊，有正人咱在等间呢，哎，强要退流呢。这，阿弟伯啊，啊，你敢有叫人去因家甲查看嘛呢？讲到这吼，我要气死了呀！是安怎？我嘛是迄个金兔啊啦，啊看在大家面头前，看甲因煽动啦，讲什么老师未来啊啦，恁大家好转去啦，好转去做工课啦，用到大家走了了。啊，这金兔哪会安尼啦？阿弟婆啊，哎，敢要建成恁家有发生代志？我看，无咱斗阵哦，来恁家我惊死我。爱拼才会赢。建生啊，建生有伫个无？阿弟伯啊，你去啊。阿弟伯啊，哈济啊。多谢多谢。阮是要来找建生啊啦。嘿，是啦。啊，昨昏建生哪会无去教书？啊，有种人安尼，等甲你知无？哪样？伊有交代过啦。伊讲伊袂当去教书。先生来袂当去教书啦，先生啦。伊带阮阿母去台北看病。少年人咧做代志，啊，唔着爱较有责任感咧。啊，恁阿兄甲你交代的代志，啊，你拢无来甲伊讲。啊，昨暝规阵人哦，教室灯拢无啦。阿弟伯啊，啊，你听伊安尼讲，你唔着会当放心哦。啊，建生啊吼，可能是真紧就会转来啦。哎，你啊，啊去台北啊，是去倒一间啊？你知影？我嘛唔知影咧。哎呦，阿弟伯啊，啊，但建生啊，走去台北吼。啊，甲无交代，因小妹，这个表示讲真紧就会转来啦。啊，所以你放心。啊，但你回去哦，会当叫因娘哦，啊，因翁大家哦，传传较早嘞，决定爱搁去读书的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杨弟啦，先生。陈哥啊，啊，先生。啊，原来我杨弟就载到你家，杨弟我来啦。哎，无，我来过来啦。我来过来，你全部来啦。先生啊，你害我。我出到海岛，你怎么搞？啊哈，牛嘞啊！搞这，我哪样喂？好啊，你奶奶又生啊，连一个米你也袂提得着。诶，当你病，无你病，当时甲你提。真可能爱提你啊！啊，可能啊！啊，你哪敢这样变啊？是给我害啦！什么你？你哪不行啊？我帮你耍。好，男主大哥，卖该走人给你还，嫌你自己不孝顺，是给我害啦！我笑死笑一回啊！大人大正啊，一支烟鼻啊，干嘛笑啊？啊！你无看几点啊？老师拢无来教书，啊！你拢无感觉？有有有有。哎，是啊。嘿啊。笑过遐久啊？哼，阿爸，无要紧啦，差半点钟尔啦，搁一只等一下啦。是爸啥？爸，叫爸爸，拢你啦。要淡薄钱，就叫我来遮读书。啊！恁爸遮钱，搁最近拢无顾。若要对爸拢感情疏远啦，你知不知？嗯，但你讲这哪有哪有严重啦？我安尼为着暗时要读书吼，我可能面搭无卖啦。我安尼损失偌大嘞，奖减赚四万嘞。四万？嗯，无啦，爸，四万无遐济啦，一暝才总赚两千块尔，你对吧？哇，哎呦，你老贵啊！哎，我咪是，我感觉着啥物拢无做嘞。我唔了，我若在你读书对不对？对啊。咱卖等来啦，咱大家好来。是啊，是啦。对对对，是啊。好啦，好啦，这位爷爷，你坐下。稍等，你出来。啊，班长，你这都无讲啥呀？啊，恁大家好，你怎么转去？动动动动。袂当来烧，即摆就袂唔好，唔好你动啊啦。啊，你无啊，即摆你动袂调啦，大家转来啊。行行行行行。但你是安怎？安内起个叫遐大声啊？嗯。船长啊！啊！啊，老师，到即摆还袂来，恁大家安尼嘿嘿叫，一日要转去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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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讲啊，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！船长啊！啊！安尼要安怎才好？变呢？哈哈哈！算知哦，肖老师一点都无来教书啦，拢无来咧。嗯。遐不符合哦，遐一个面是旧甲敢若加尖咧哦，偌歹看咧。爱叫我小叔，但我金大是啥物号顶人物啊？对无？哎，阿伯伯啊，我甲看出出来，无够看啦。哎，你先讲。唔免我亲身出马，叫阮校吼小阿去甲应付，就有够有出息啊啦。
这有影，这有影，这我弟个句我相信。哎，金大，啊，即摆吼，你若真是赢阿匹伯啊吼，你拍算要安怎个法？弟个句啊，喂。呀，迄天你个人在场啦吼，啊，我你个人有知影讲哦，阿碧婆啊，若是讲输我来讲，伊敢是讲要随在我，敢毋是？我有听，我有听，这毋是今仔我有听的人，而且食面所有的人嘛拢有听，规庄差不多拢知啊。哦，过来，对无？过来，下过来嘛知，过来，对不对？你讲你知吼，要讲的你嘛知吼。我毋知，我毋知。啥物咧唔知？哎，讲阿碧婆啊，要伫你面搭，甲金桃啊相处的，你啥物咧唔知？好，好是哦，嘿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怎么样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哪知？阿龙，好懂啊，这只哦，阿碧婆一定陪留啊，陪留，哎，金桃啊，啊，你要甲我发啥物啊？安尼，啊，两张电影票，还是两条粉？该嘛好话呢？啊，无你比安尼？啊，两张电影就是啊，你甲我去看下啦。啊，我两张粉，我要顾到吼，要着死，敢是？哎呦，哇，你有够戆哩的啦！小便宜吼。对啊，咩？啊，无你比安尼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你唔知啊？啊，安尼就是哦，二十万啦。好，二十万。哦。哇，你无代无志，拖啥代？到时出大事啊！啊，你是讲？唉，我都甲金婆相处啦。我若头无上一礼拜以上，我就输伊。谁知老师啊出大事啊？老师出啥物代志？好啊，你都唔知影咧。若是一礼拜啊无够，我就输人安尼。啊，当迄阵尔，老师佫无来上课啦。金桃唔知要安怎样甲我发嘞？阿母，你哪都甲人相处甲遮大嘞？但即马讲这哪有啥路用啦？啊，老师两天无来上课啦。啊，人无哩，就赶去找人啊。我倒会去找人啦。啊，等老师带因老母去台北病院，啊，唔知倒一间病院，我嘛唔知影。敢会无人知？啊，肖老师敢是有一个小妹，问因小妹上较清楚。哎呦，啥物得清楚？啊！因小妹敢若知影讲伊去台北，啊嘛毋知影倒一间啦。台北，春兰，母，咱煞袂晓讲敲一个电话去予春兰，无定着伊知影伫倒一间啊。对啊，我煞袂记咧，赶紧甲我敲电话，赶紧春兰，什么代志先？春兰，啊，你有听讲迄个萧建生去咧台北无？有啦，有听人讲啊。啊，你敢知影因母啊住伫倒一间病院？我无清楚咧。春兰啊。只有，我真是唔知影。春兰，你安尼，你会当请假转来厝里一逝无？请假转，厝里发生什么代志先？是安尼啦，阿母上课迄个学校即摆无老师啦，啊你转来甲代课者。姐夫啊，啊你是咧讲耍笑是毋？我乃咧讲耍笑，我讲是真实的啊。这无可能的代志。爱拼。当初为着要读书，妈妈讲要送人物件，我叫伊唔通安尼做，伊佫拢唔听。啊，即摆出代志啊，要佫叫我转去，我唔知影。春兰啊，姐夫，是的啦，我即摆佫足侪作业还袂解，咱明天再佫讲啊吼，再见。哎，春兰，春兰。你休困，莫吵着啦。哎，阿兄。李慧，什么代志啊？村长伯甲阿碧婆有来找你哦。我知影，我知影啦。哦。
李伟啊。哦，陈长伯啊。你那遐转来吗？转来转来，你来底，我甲叫嘿。哦，多谢。哎呀，哎呀。李伟啊，叫你较细声，你们哪叫哪大声啦？无啦无啦，无陈长伯啊伊。啊，陈长伯，再见再见。好，多谢多谢。陈长伯啊，遐闲地啦。哦，好，多谢。我伫遐内底，我内底还有工课，吼，遐闲地。袂用做你，袂用做你。变心啊！啊，你安尼走去台北哦，啊也无够有代志啊呢。啊，花阿皮婆安尼定人，啊店到是等鬼啊！哈，敢讲你拢袂烦恼？陈长伯啊，那好啊好啊，过去的代志哦，啊就莫阁讲啊。啊，你即摆已经转来吼，啊安尼好啦。永安吼，你也会去。一定要去教因读书啊！我啊，真是老师回来哦！你无骗我哦！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我随时来甲因通知，啊，请你放心啦，无要紧啦，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啊，多谢，多谢，团长啊，再来坐啦，啊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赶紧来甲你通知。多谢多谢。孙娇，哦，今生意阁袂歹。阿美婆，阿美婆，啊，你今仔日是要交关啥物啊？阿美婆，我介绍，这葡萄哦，足甜的哦，都唔少好食的哦。葡萄真水，明日再来交关，明日再来交关。阿美婆，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婆，我才知影，阿哥有啥物新的消息要来甲我讲，对不？对啊。无事不入三宝殿，啊！人老师转来，今仔一定爱来上课。哇，阿美婆，我这钦佩你哦！哎呦，阿瑞啊，当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真硬一骗啊嘞！啊，这摆讲要骗阮哦！啊，哎呦，阿瑞啊，你嘛莫讲啊遐歹听啊！啊，无是要安怎讲啦？我是为大家好的啦。咱读书哦，都爱有耐心、认真啊，一日读刷落去，啊，咱才有路用。阿皮婆啊，真无简单，才予这个暗黑啊班开成功。想袂到，因为老师三番两次无来上课，煞予大家对读书失去信心。阿皮婆啊，是毋是还佫有甚物法度，予大家继续去读书嘞？咱继续收看阿皮婆啊入学。